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民视台湾演义》节目。很多关心时事的人会认为，当今台湾乱象、政坛乱源是一项来源，也对于博版面动辄轻言谩骂的政治人物不以为然。相形之下，前法务部长陈定南先生自律严谨的人生哲学，让很多的民众怀念不已。过去他一丝不苟的从政态度，因此获得现代青天的封号。其实陈定南先生的从政经历还创下不少的历史记录。38岁，生平第一次参选就直接竞选宜兰县长，而且竟然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成为第一位宜兰党外县长。在连任的时候还囊括70%的选票。为什么陈定南的宜兰经验让县民如此的肯定？瓦解威权时期国民党的东部独大的布局，使得宜兰县在本土阵营开疆辟土的早年时代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台湾演义今天要为您介绍这一位人生因为意外的境遇才弃商从政的现代青天——陈定南先生。包青天讲起来嘛，是使讲因太清廉，人真正直。可惜了，好的人才抓不起。我非常骄傲说，我们是宜兰人。啊，机构啊，好人卡里啊，甲受人尊敬，我看到两全的事，我是不愿受人尊敬。什么样的县长会让宜兰县民这么多年还念念不忘？他就是宜兰经验的开创者陈定南。如果不是美丽岛事件，如果没有林宅血案，政坛或许不会有这一号人物。李荣先生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学长，跟姚嘉文先生也是同班的同学。这两位先生在我头家心目中内底是今后的正人君子，而且呢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国民党竟然讲伊是叛乱分子，而且是坏人，所以米里都暑假和我头家对政治有一个真心的感触。1980年，帮同学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选国代，陈定南才兴起从政念头。他原本打算回家乡宜兰投入1981年的省议员选举，却碰上同是党外的竞争对手游锡堃、张川田。宜兰县的党外虽然迄当阵也无组织，但是支持者拢希望讲，为着大局，县长也爱有人选，省议员爱有人选。但定南先生因为迄个规个局势的变化，到尾也考虑天时地利人和，伊也评估认为讲，伊选县长当选的机会比较选县议员当选的机会较大。尽管胜算高了些，这场战役还是被视为护送省议员选举的牺牲党，因为国民党在宜兰执政基础稳固，派出的候选人又是与地方关系深厚的县党部主委李赞成，但国民党历任县长风评不佳。陈定南打出3不政策：不收红包、不炒地皮、不拿回扣，打动选民的心，以8000多票击败对手，成为台湾自治以来第一位党外的宜兰县长。当时的他只有38岁。开票的那天晚上，我们乡下老家就是大洲村卡蒙，雾气非常的大。老大人都在讲讲，看三条人的款吼，地灵气嘛，你发气啊。这个笑脸馆定能做什么？县民政坛都张大眼睛看。首先等着他兑现的就是那张廉洁的支票。上班的时候，一头一个就是交代我，绝对袂当任何人送任何物啊哈，来这个办公室，除非就是讲农民家己种的菜，还是水果，辛辛苦苦真相宜，真相宜，这些其他都不可以。
能收礼，陈定南从自身做起，深知他个性的家人一样把送上门的好处通通挡在门外。开始动算的时候，那个营造商啊，那些土木工程的吼，拢来催讲你，我叫我讲唔免出本，哦，跟你讲若趁钱，我有一份安尼，啊那跟你讲三不五时啊，有哪有需要吼，我开家己去管政府，同齐去行者安尼就好。我食较暗者，这个钱我唔敢谈。就算是太太张昭义生产，陈定南照样没魄力。陈定南先生，伊就是啊派警卫守伫产房的门口，啊拒绝任何人去看伊的看守，包括你袂使送物件，袂使送红包，嘛袂使去看。三步政策不容一点打折扣，宜兰县的公共工程，陈定南同样不允许有人偷工减料。当年陈定南下班后，常常坐上好友林光义的车，拜托林光义载他到工地走一走。伊安尼个讲起来看哈，啊，讲起来看的是哈，啊，伊就检查迄个无规严啊，有下迄个规矩也无，啊，去后发觉讲无下，哦，无下规矩，所以就马上下令降调重新做。那保险还要进些钱呢。做不好要打掉重做，做不完美也不行。现在宜兰运动公园这一排笔直的树，就是陈定南一丝不苟的代表作。这个角度看，你看不到第二棵树，滴滴哈，啊，这个角度看，伊嘛滴滴哈，啊，这个角度看，嘛是滴滴。不妥协的还有对宜兰环境的坚持。有个叫布老坑，哦，顶头有一间水泥厂啊，哎，每一次伊也落大雨的时候，哇，一挂迄细石的迄水都拢放落来，所以规个拢落啊，哦，伊安尼，家己本身这个，爬到上面去，去砌堤啊，所以尾仔布老坑你看，这个溪水清澈，就买单。做绿色博览会。青天计划24小时监测想要偷偷排放污水的水泥厂，罚单天天开，罚到业者举双手投降。现在宜兰也才拥有这个全国最大的露营区，以及后来绿色博览会的场地。这样追求完美、不容妥协的个性，让陈定南开始招致龟毛、六亲不认、无血无泪的批判。但这些都无法动摇县民对陈定南的支持。1985年第二任的县长选举，陈定南狂扫14多万票，国民党的林建荣只拿下6万多票，7-3的悬殊比例创下历年县市长选举的纪录。他的人格特质内底啊，予人感觉讲，伊真有魄力，而且体面无私，啊，佫真清廉，有能力，有远见。啊，因为这个特质啊，予宜兰全民非常的这个形象，啊，甚至有个人佮当作神共款。每一届演讲的时阵，拢万人空巷，啊，就成一个陈定南旋风。任的县长任期，陈定南展现他的简报功力，为当时在全国县市预算倒数第4的宜兰争取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工程经费。真少迄个管市长争取预算讲亲身到场，甚至有当时一寡分配预算，真少管长亲身到场，伊拢到场。哦，啊，伊的口才够好，伊的说服力又强。宜兰运动公园、罗东运动公园、东山河清水公园、北宜高速公路，都是陈定南用过下苦心的简报向中央争取来的。狼头县长的封号也博得了简报县长的美誉。李院长一概来是对北宜高速公路是脱稿演出的，啊，伊就讲啊，陈县长。把这个啊雪山最重要雪山桂宜公北宜公路隧道吼，这公告很重要，这标志对宜兰县未来
发展繁荣很要紧，所以当场宣布，当场宣布讲要，这买这个开币。